哎，你这是怎么回来了？又拿工具要给我整啥？你又整啥呀，儿子？你装纱窗吗？你不是需要纱窗吗？我一天都凉了，快过去了。我知道，那买东西你可以用吗？How are you 啊？Good 呀。Good。 Not follow your father, garden work. Myself at home. My happy. My very free. 哈哈。那就好哎。这两天脑袋怎么样？哎，今天挺好，今儿没难受。前两天听电话，感觉你不是特别舒服啊。嗯。 照顾好自己，我今天没难受，我就没上中医那儿去。哎呦，我去了两趟那个老中医那儿了，他都关门儿。那天是周几？周四去。对，你说哪个老中医？就是跟前这个，采芝堂这个。给我开的汤药，我脑袋迷糊，那年喝好了。他说话我挺愿意听，他老说我是吃的不好。 我就愿意听别人说我吃的不好，然后我就有理由吃东西了。别的大夫全都说你得减肥，你得减肥，你得运动啊。就这老头说我，你得吃好的。嗯，OK。哎呀，我昨天去一趟，昨天是关门儿，完了礼拜天那天去也关门儿啊。礼拜天是关门儿，他是休礼拜天。 还休那个礼拜四，现在不像以前天天都开了。嗯，不了啊。我周四去邓大夫那块儿按摩去。嗯，这又买的啊？这是带框的。对呀。那这咋整？还得整个门安上啊？不用了。你上哪儿啥？还搁林肯那是了？我去把那个你们不要的喷枪，我就给退掉了。哦。 对呀，用不着了，因为现在板子都买不着呢，不能接那代客啥活了。嗯，你以后吧，就是一层，之前不有两层，不是两层吗？这儿还有一层。啊。以后呢，就这个窗户在这儿，然后纱窗在外头那层，你那样行吗？我感觉那儿好像不得劲儿似的。那你想咋整？ 我觉得那是好一点，因为你这样一开通，就冬天那省不了多少气儿，这玻璃它隔热也就那么回事儿，不用那么担心。你说留里边这个，外边那卸掉啊？对的，嗯，里边那也行，防盗的也行。行不行？嗯，我把外面给卸掉。嗯，好。先搞那吧。行，那俩里头那。 里头的搁那儿呢，这里头吧，正好。我给你拿去。这有锁吗？是吧？啊。我记得里头的是有锁。有没有锁？我忘了。也没有锁，哎，没事，无所谓，有能锁。啊，里头有锁，所以说咱只能留里头，把外头装上。OK。嗯，好。行行，没事。这还得切割啊？哦，你是量好了已经。嗯。 都量好了，没有。先量一下高，高的话是十二，十二的话。12.1.5，10.0，10.0。这东西是你爸的，是不是？这黄的？对，这黄是我爸。他干什么玩意儿用的这些东西？做板子做。他都弄干净了。没事，弄吧，我收拾，不用你收拾。
么是铁呀、啊、是啥呀、啊、对，应该算是铁吧，我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。儿子也动手整东西，爸说上午干活了，回来浇湿了呱唧的。啊，洗完澡吃完饭，是不是他俩走了？嗯，是的啊。儿子怕吵着我，上外边找。我给你，我一会儿教你。自己做纱窗的，是的。今儿没去拍你老爹老猴的，搁家拍拍小猴吧。哦，好吧，拍拍我吧啊。嗯。希望大小，对大小、哦、不对，只能说让我们一个伤心的故事的另外一个开始。大小不对，那就是量时候没量好，是吧？我已经尽我努力好好量了。有时候这个事与愿违嘛，一句话叫做。你干这个戴戴手套什么拿手？是啊，我也注意到了。就是。但是天天告诉你爸戴手套，你这自己咋不注意了呢？也是，是。对，网友们一定是手的安全是第一位，这也差不多了。嗯。哎呦我去。现在这一步就很简单，上来几步就是比较简单的。你有没有剪刀给我找？有啊。嗯，找一把剪刀给我找。嗯，小剪刀。行，现在这一步呢，就把这个塞到这缝儿，对齐一塞就 OK。就这部分，这部分很简单，不难的。咱们从哪开始塞呢？主要啊，正好先买一个，这都有说明了，按这个来就行。那塞好坏那就是另一码事了，或者最哦把这个条子压里，最严重的就是怕塞完之后装不进去。其实我们应该先去看一下这个这能不能装进去的，要不然我们把它拆下来你看能不能装进去。哦，你说这个框啊，先试一下框，咱们还是先试一下那个吧。行，然后我们造嗯车进院了，大，那大就搁外边行不行？嗯，搁外边。没有搁外边。就搁后边的外边。啊？搁后边外边。上后边外边。弄不进去，没事，我再想想。拉。没人搭理我。嗯。我说回来了。
啊，这木头挺好，直溜的都是哈，这好木头。这炉子砸碎了。下雨了就也干活，没呆着。